大家好，我是或者这个本期大帅哥，你来观战一把 S1 纪录原样鞋名，机械，佣兵、昆虫、园丁。因为有机械师啊，这边记录员上来抓个机械师，然后针对这个机械师封外面的密码机，我觉得这把求职者不是特别好赢啊。虽然这张地图是一张求职者优势图，但记录员这个角色他就有好抓的人，我管你什么地图，对吧？我怼着这个好抓的人把他抓了，机子压住了，怎么地你打不出四人开门战，对吧？所以这个局的话，我觉得昆虫、园丁都得出来打。啊，昆虫这边得帮忙掩护，让队友有更长的一个牵制时间。园丁的话，甚至待会儿拆椅子什么的，就你得把这些东西都打出来了。这个局有真胜面啊！这把是个一星记录员，板子这波怎么说？娃娃扛一刀，娃娃扛一刀一般吧。啊，起板子前面的话，这个点板子已经破掉，所以说这里哦，再放个哎，其实我觉得这刀娃没必要打。这刀娃没有必要打，这刀娃你如果打了，你是追不了机械师这一刀的。但是如果说这个娃你不打，机械师这边应该是必吃一刀，因为前面没有交互点嘛。那么这边看这波过板刀没中，整体的一个击倒时间会被延缓呢，对吧？一个娃在外面也还好吧，我说实话，还是以追击倒为主啊。这个娃真的。你要过不去把他打了就行，就可以。哎，这边昆虫过来了。那击倒时间应该是要超过90秒了啊，应该要超过90秒了，因为毕竟两刀娃娃刀，然后这边昆虫还能来掩护，这边再移形回头。哟，这波移形用两次倒还不错。捏红光片反绕，但是有个昆虫的虫在这里的话，这个机械师你这个虫不打掉，我觉得打不了这一刀。这个虫还是得打掉，虫打掉机械师手里还有个飞轮压个进步，狗一波差不多。这边这个交互点用记录压住应该是能完成击倒，但机械师手里面还有个飞轮啊，就看这个飞轮了。这个飞轮还能玩多啊少，哎，真不错呀，这牵制。再捏红光，博弈成功，真的就差，你看，你移形算一刀的话，刚才这边如果说不打这个机械师的娃，再加一刀，这机械师老早倒了，对不对？这难受了呀，这都已经不是三台半的事情了，这是压好了。在外面的机子现在求生者两个人修一台，园丁这边修，你审阅，你记录我拆椅子，对吧？挂地下室也没有什么太大用的，这个局只能看开门战了，只能看开门战了，因为他甚至打不出一个开门战的挂飞点。虫子是打掉了，这边园丁的机子能压得住吗？园丁这边的机子佣兵这边先砍半来救一波吧，佣兵这边先砍半救一波，然后救完以后呢，这里甚至可以佣兵去跟这个园丁一起修机子，然后这边昆虫再来救一波，好像也可以啊。打一刀人救下来，这里昆虫的机子应该是没什么太大问题的，园丁这边的机子，就这个机子现在是记录员死守的嘛，那么怎么样来应对这个死守呢？就是两个人修啊，两个人修就没什么问题。所以说这里的话，其实佣兵要去帮忙园丁一起修的，要不然这台机子会被封死。这个机子你别看差这么点，这个机子修不完的，他得两个人。这里求者就一定要注意啊，这一波如果说但凡昆虫这边的机子不点开，他得点开昆虫去救人，两个人得补园丁的机子，要不然这波挂上以后再投一个审阅过来又封住了。佣兵去救人，救人是不对的。这边两个人过来救人呢，给了记录员超大的机会，就这个机子修不完。这个局大家注意，一定是两人修啊，两人修。佣兵这边是把道具过来了，那我这边切闪把机械师给抬了，对吧？3-2-1闪现，好的，漂亮，这个刀器把控的到位。这边机子修不完的，这个局这点是一个超大机会点啊。最后一台机子一定是两人修，你就算差了5%，一个顶尖的记录员都能给你压好久的时间。还好这边机子已经够了，要不然这昆虫再上挂，这个局吹响反击的号角了。
这昆虫是捡起了佣兵的护臂，两护臂，佣兵有球。那这样的话，双方趋向于一个平局，抢个窗，追刀没中，飞轮顶掉护臂，啊跳。这样的话还能封门，不一定哦。这种局你交给这样的级别的记录员来讲的话，还真不一定。嗯嗯嗯，板子拍。这里回头管门，因为他回头管门，这个门是点不开的，对吧？然后你另外一边昆虫去点另外一边的门，照样点不开。我投个审阅，给个记录，照样点不开。这个时候追谁呢？追园丁。当然他有可能觉得佣兵手里面没有道具，因为佣兵的道具是给到了那个队友嘛。这里捏红光，哎，嗯。嗯，一个过板刀没中，哇塞，这还没中，起板一刀还没中，这什么情况？封得住这个门吗？这边主要两个人在这里啊，两个人在这里，两个人在这里的话，一个蹲一个站，给个记录，另外一个人上。记录刀，好，那这样的话佣兵应该是能把门点开了，最终双方是握手言和。这波最后园丁这个躲刀也是有点吓人，他们不可能再来救一波吧。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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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点可惜啊，对于求生者来讲，那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案例，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这种残局优势残局，如果说你的对手是这样一个顶尖的记录员的话，千万记得密码机，你差 20% 是肯定修不完的。感谢我们下期节目，拜拜。